信用卡下方有 MMYYCVC 需要怎么填？如果你也搞不清楚到底信用卡下方有这个 MMYYCVC 要怎么填写呢？马上来教教您，很简单。MM 就是有效月份 ，YY 就是有效年份，而 CVC 是卡片的背面的三码验证码，也就是签名条最后面那三个数字。